计算机在本月十七号的汤莹莹已经提早七天产下爱女 Alisa， 刚刚升级做爸爸的钱嘉乐和妈妈汤莹莹于今日下午恩爱亮相，举行记者会，分享迎接小生命的喜悦。据悉，小宝贝三月十日中午十二点多出生，重3.26公斤。汤莹莹当天早上6点多到医院，是自然分娩，老公钱嘉乐一直陪伴在旁，教莹莹呼吸、用力，最后还亲手解了脐带。跟住我唯有，你又幫佢打，我發揮我做動作導演嗰個。唔係，佢喺隔離好似做導演咁樣。你心機，唔好用錯力，我驚佢用錯力啊！佢用咗啲力喺個面度啊。係啊。咁人哋又好似撥撥咁樣啦，撥撥唔喺個面度嗰個，咁佢又回氣啦，回氣佢又攞回氣，好開心嘅，好開心。咁點獎勵太太啊？冇辦法，乜都俾曬佢噶啦，都記得啦。七磅三盎司，咁就OK 噶，應該幾健康啦。中文名改咗未啊？英文名係咩啊？英文名啊，前世啦。佢中文名就佢留嚟啦。Y S S，Lisa， 你真係改前世啊？唔係。等我爹哋改，爷爷改。Alisa 一出生就收到曾志伟、洪金宝等人来自四面八方的祝福，礼物更是多的令钱嘉乐逗趣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用买，其中也是一女之父的刘德华更为 Alisa 送上了不少出生婴儿的用品，令嘉乐莹莹大为感动。短暂嗰啲工作啦，长嗰啲我谂我都暂时停一停，我唔舍得佢哋。有冇請啲培魚幫手咁樣？幾多個先？一個，一個夠啦。廿四小時㗎嘛。教下我啲人。之前你應該學咗好多培魚啲嘢㗎。少少啦，都有上下堂咁樣啦。咁原來都 OK 喎，我覺得自己為難分都手啊。身邊啲朋友知道咗未？公布咗你嘅興趣。分析啊！哎，OK OK， 好嚟啊！興趣係感覺緊張嗎？很緊張，緊張。最初我想我不准去产房的，这是医生说准去啦，全身这是很难忘的经验来的，那么最后我决定准去。此外，钱嘉乐表示希望今后能够再追生一个儿子，凑足好字。OK， 麻烦。OK， 是哪个？好，讲国语，说普通话，看看你有没有进步啦。我冇咗啦。谢谢，谢谢。想问下你哋咧，作品嗰个过程。